我知道了，觉没睡好，心情不好，对吧？那我现在去走。顾佳，你看投放的视频了吗？我正在看呢。守到现在，公司添了多少钱？你不是不知道。 那项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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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制？ 你要有幸，傅月露还来接他，我们妮妮真是有福气哎。
别碰！哎呦，烧开！我到一楼打个水。哎呀，我知道的。那都不是什么的灯。哎，小琴，你这数据不对呀！啊，你再来看一下。哦，我看一下。什么东西是你装好的呀？装都离不开。那会儿陪你玩好不好？我上次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茶厂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家里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对对对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知道，一个女孩子，万事都可以靠我，明白吗？我习惯靠自己了。什么时候？Hello， 我前两天不是用这个锅做了炸猪排吗？然后炸猪排剩下的油在锅里泡了两天，我才把油倒出来。然后昨天用洗碗机洗了之后，发现锅底有点变黄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。然后我在小红书看到有人推荐了这两个清洁用品，可以把不锈钢锅的发黄的部分给去掉。今天让我来试一下吧。
Thank you.